如果毒圈经过，所有东西都会被摧毁，游戏会怎样？这是一位老粉丝的疑问。这里说的所有东西包括房屋、车辆、物资、花草树木等等东西。当然了，人还是一样掉信号值，不会直接挂。那么这么改会如何呢？一，玩家不会跳地图角落。如果这么一改的话，毒圈那可就太厉害了，圈外基本是啥都没有了。要是跳的是地图角落的话，搜个几分钟就要考虑跑毒了。因为你万一迟了，不仅物资直接消失了，搜不到，路上的车也直接没了，只能用腿跑毒了。但是这时候还是地图的角落，万一圈刷得远，那可就太难受了，而且还很容易被安全区里的敌人打，所以玩家肯定不会选择跳角落了。二，开车绝对不碰毒圈，这是开车玩家一定会注意的事情，因为车辆在毒圈也会被瞬间摧毁。你想想，你开着车在路上以120速度欢快地跑着，突然碰到毒圈了，车直接炸了，摧毁了，你人肯定也直接没了，这样你还敢开车碰毒圈吗？三，中后期提前跑毒，这样改毒圈会摧毁花草树木、房屋所有掩体，在安全区看毒圈里就是光秃秃的一片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如果你在里面跑毒，敌人一眼就能看见，绝对瞬间成集火目标，所以到了中后期肯定要提前跑毒了，不然只有一个字，鸡鸡。不过小伟觉得这个机制不错，哎，光子你可以采纳采纳，上线个娱乐模式玩玩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认为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，我们下期见。